的。我们来到这个是龙之宅、哦哦，现在叫龙宝。嗯，我等下问他，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。那个、比较简单的关系，啊，来关系哎、欸，何大哥，这整片地都你的哦？没有，240平左右吧。哦，240平。等一下，哪边是三米？他生这个活体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台湾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算是生双活的，可能应该会抗议，可能就会抗议。台湾的算是跟日本来讲是友好的。这附近，可能这附近都是他的了哈。嗯，240平而已，上面那个不是台湾。对啊，240平差不多嘛。还有种橘子，也是半大家。啊，是哦。荆棘。何大哥，下面的果树是你种的吗？橘子那个没有，他本来的，我在大山四年也到。我跟你讲，我来第二年才知道有荆棘。哦，荆棘啦，荆棘啦，因为第一年完全都没有生。啊，我怎么敢放土呀？还是怎样？没啦，可能你不高啦。啊，可能你不高嘛，无见。我要是漂亮，漂亮。哦，我不知道哎。什么物件？橘子啦。橘子啊，我方便忙啊，生起要两根。你要剪枝啊？要不要来唱首国歌？首席地震，升旗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。我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了。可以看到海，对呀，他看日出啊，他看日出久了变金龙了，对呀、啊。